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19日，星期二，欢迎收看本期怼文啪啪啪。首先是明星简讯，蔡徐坤合作林宥嘉的新歌《没有意外》，被赞词曲可爱，但音调太高，粉丝称想唱也唱不了。网友则表示，坤坤突破自我，挑战高音，棒棒的，但真不太适合这首歌。李子亮相公司上市仪式被说过度美容，上半张脸僵硬的像杨迪，并称曾经高颜值的赵敏，现在不如同时期的佘诗曼状态好。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，姚晨、彭昱畅新剧都挺好，预告首发，剧情集全了家庭热门讨论话题，如原生家庭、妈宝男、重男轻女、老年再婚等。对此，网友炸锅表示想追想看。下面的消息来自综艺圈，湖南元宵俱乐会尤长靖、周杰琼彩排曝光，尤长靖用秧歌姿势走路被夸呆萌可爱，周杰琼齐刘海短皮裤束腰却被嘲，糟糕的造型把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。以上就是今天怼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，我是Miss Yang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